亞太經合組織會議11月在美國舉行，被問到會不會出席的時候，李家超說亞太經合組織有既定指引，促請主辦方履行責任，向成員發出邀請函。關於APEC 亞太經貿組織，這個是一個國際組織，國際組織它本身是有指引和有一個慣例的做法，就是主辦單位它要按住APEC 它的指引向一些經濟體的會員，向他們的領導人發出邀請函去出席這個會議的。咁我希望主辦方會履行佢呢方面嘅責任，係邀請所有會員嘅成員嘅經濟體咧，向佢發呢個邀請函。我哋香港一向咧都係依住規章去出席嘅。